今天是11月19日，姐姐往生前3天，姐姐在和家乡亲友唠了近10个小时之后，晚上又抽空与亲人话别。非常高兴，我这些孩子吧，平常工作忙，各在各自的生产岗位上。我呢，祝福吧，我这些儿女，就是说的，那个为国家尽忠，为国家尽职。我将来一定，就是。都接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大团圆，都去是不都去因为在这个世界呢，再好的宴席也有散，再亲的家亲眷属也有离别，来人来到人世间不就是面临的就是生老病死吗？要想家亲眷属永远不分别，只有一心念佛，哎，跟妈妈都到极乐世界团圆，再也不分开了，是不是啊，大姐？啊，对，很好，哎，太好了，你们想跟妈妈说什么，你们就说啊。你母亲了不起啊，是个大修行人呐、啊。现在，大姐先说。对，对。大姐不会说。不行，那得有个顺序，大姐、二姐。哎，大姐和姐，我先说。贵人说，贵人说，对，也行，代表一下贵人。哎，对。老妈，祝你那啥，一路走好，而且呢，保佑你这些子女，也能早日的也成为成仙成佛。阿弥陀佛，一定能成佛。所以呢，你得我们的愿望呢是叫你多在这个层次上多给我们一些时间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没到好多的。妈妈虽然吧，所以呢，我们也祝愿你，既然你有这种我们不枉说。妈妈嘛，就是这个假身，在世间吧，存多少年也没有用。我帮不了我的儿女，帮不了我的亲眷，六亲眷属。我只有吧，回极乐世界，我才能够帮你们。虽然妈妈把这个假身丢掉了，妈妈那个真身，永远的吧，都在你们身边。当你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有挫折的时候，你们喊一声妈妈，妈妈立刻就到，就会帮助你们，解忧，分难，解忧，使你们吧，就是生活都能够，顺利，解除你们的困苦。这个就是当然了，就是你们由于你们孝顺妈妈，将来所得的就是你们修的那个因，将来所得那个果是甜的。妈说那你等什么孙子上大学去？对，那个是对，我说是不是？咱们是全家在一起。所以你在吧是。我告诉你只是咱们人生的问题。是。从另一个层面，咱们大家不是咱们所想象的。我也是那句话呢，永远都是无奈。永远都是无奈，这个错不了，后辈也错不了。就是你将来活到。50年、60年，你那个就是说的，咱妈有一种叫难，
我洋洋回来，完了咱们你结婚了什么？你看着在从孙子又从咱们一家团现在妈妈跟你说你不明白，不是你自己的意识心吧？哎，去能想能办到的。先让二姐说几句，还是二姐们说？二姐说。你说吧，姐。祝福你妈妈。你说。你说。祝妈妈保佑往生西方净土，上品上品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的好孩子，到时候你听好消息吧。我信吗？我说几句。这次我妈妈是舍寿十年，所以我说呢，就是如果人世间要是缺少了一位慈母呢，那么就是在虚空法界，她一定会多了一位救苦救难的佛菩萨。那我说。声音大一点，大点声，听不着。你去，我是，说什么？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该把以后把这个家往哪里，该怎么发展，我心里有数。这个你不用担心。这个我全放下了，这些我全都放下了。我就是说，希望我的这个儿女们。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我希望我这个儿孙后代都是圣贤之人。我也相信我爸。那好，孙子说得好，俺能明白了。爸爸，你说两句。你妈不是要走吗？早点走，走得好。上个好地方啊！上个好地方，为了咱们的家。从那小的方面来说，为了咱们的家。老婆家就剩你们这么一只子人了，我吧就是开始说要人，我吧满足了你们国家的愿望，就是说的我生了我养了他们不算完成任务，现在吧就包括你在内，我就是说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我把你们吧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咱们到那时候吧，永远团聚，再也不分离了。除此以外，人们不老说这次灾难吗？到时候吧，在六道圈里头，那就是继续轮回，苦不堪言。到那时候后悔吧，就来不及了。咱们遇到这么一个殊胜的那个机缘。能遇到佛法，能到这种成就，这个吧，就是也是吧，老祖宗，给保佑。所以吧，咱们为了报佛恩，为了感恩老祖宗的恩，就是说的，咱们一定吧，就不能辜负祖宗的期望。希望你们老郭家的后代香烟永远延续下去，将来老郭家会出，还继续能出圣贤的，你信不信呢？信那就好